想要一个移动水上乐园的游客络绎不绝，服务好每一位游客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很多游客都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玩的，无论大人小孩，满足每一位游客的游玩需求才是水乐园的经营之本。视频中的水乐园项目既有孩子们喜欢的组合式水乐园闯关和小型水滑梯，也有成年人热衷的清爽刺激的龙头大滑梯。想来这样的布置会给前来游玩的每位游客都带来美好的体验。